要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这个博物馆，将这些文字呢，将这些资料呢，用文字的形式的记载下来。在这里边呢，有一块世界，可以说称得上世界之最的一块石碑。这块石碑呢，重65吨，采自于北京的西山，是由康熙皇帝呢亲自书写3拜9叩之后呢，赠送咱们孔老夫子的一篇文章。这文章呢，就在这个石碑的后面。咱们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石碑。这个石碑呢，是从这个北京的西山运到咱们的这张。很多人讲了说，北京离着咱们曲阜呢还有